我想要烧烤个手撕鸭，配上个咖喱，肯定好吃。先打开看看和封面一样不？看这封面多美观啊！再看看我的，果然一样啊！起锅烧油，开始高端的食材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两个小时，陈师傅开始制作宴席。给老表尝尝，老表跑得还真快。他对香菜好像不感兴趣。味道好极了，啊，真香！哎呀。